ナモタスバガワトアラハトサマサンボタス。ナモタスバガワトアラハトサマサンボタス。ナモタスバガワトアラハトサマサンボタス。药品适宜，复生须知。第一章，复生须知。五，药品。问四十三，尊者，听说有夜昏药、七日药，请问那是指什么？回答：因为比丘不能储存食物。而且可食之物有正午、后夜、七天和终身的储存及食用规定，所以戒律上把可食之物称为 kalik， 意思是关于时间或以时间区分的，但其实是指所有可食之物。由于我们无法想出更为精简易懂之词，所以我们顺古采用药来取名，有四类 kalik， 即实现药、夜昏药、七日药和终生药。一、实现药 yawa kalik， 又名食药，即主食和副食，是指从明相出现直到正午的这段时间，比丘可吃的食物以日中为限，只能吃到日中时刻，因此称为食现药。二、夜昏药 yamakalik， 是指从明相出现直到夜昏结束，隔天明相出现前的这段时间，也就是一整天的时间，允许比丘为了消除口渴可饮用果汁，有到后夜的夜昏时间规定，因此称为夜昏药。三、七日药 sataha kalik， 是指比丘可储存七天的所需等五种药品，在七天之内允许比丘有饥渴或生病因缘可食用这些药，有七天的时间规定，因此称为七日药。四、终生药 yavajivik， 又名进行受药、命现药，是指只要比丘还活着就可储存的药品，在比丘有生病因缘即可服用，由于与比丘的生命为限，因此称为终生药。一、实现药可分为主食 bhojaniya， 又名正食、淡食、软食，和副食 khadaniya， 又名非正食、绝食、硬食两种。一、有五种主食 A 饭 odan，是指由梗米、稻米、大麦、小麦、粟米、瓦拉卡米、稗子七种谷物的子实所组成的饭和桌。B 面制品 kumas， 即面食，是指用大麦为原料制成的面食，包括面制的糕点、面包、馒头、面条、面线等等。西炒粮 sattu， 是指由七谷经烘炒而成，也包括将稻米炒后捣成的粉。第一鱼 match， 是指鱼虾、贝类等水生动物。一肉 mans， 是指除了水生动物外其他禽兽类动物的肉、骨、血、皮、蛋等等。此外，佛陀禁止比丘食用人肉、象肉等十种肉。二、副食
是指除了五种主食、夜分药、七日药和终生药之外，其他可食用的蔬菜、水果、瓜、豆、根、茎、奶等食物。疑惑杜托提到，所有谷物或顺于谷类，以及棕榈、椰子、菠萝蜜、面包果、葫芦瓜、冬瓜、南瓜、胡瓜、黄瓜这九种大果，与一切瓜豆类以及其他可食植物的根、叶、花、果等，所有这些在日中之前可以食用，称为食现药。二、夜分药，是指如芒果、葡萄、有籽香蕉、无籽香蕉、蜜树果、葡萄、莲藕、刺梨果等小型水果所制作成的果汁。佛陀在律藏说，诸比丘，我允许八种饮料：芒果汁、葡萄汁、有籽香蕉汁、无籽香蕉汁、蜜树果汁、葡萄汁、莲藕汁、刺梨果汁。诸比丘，我允许除了古果汁以外的一切果汁。诸比丘，我允许除了菜汁以外的一切叶汁。诸比丘，我允许除了蜜树花汁以外的一切花汁。诸比丘，我允许甘蔗汁，可在午后饮用。普端严注解释说，菜汁是指已煮熟的菜汤，因此未经加热煮过的生菜汁，可在午后饮用。乍看这些文句，似乎很多果汁都可在午后饮用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律注解释说，除了古果汁以外，是指七谷汁禁止在午后食用，棕榈、椰子、菠萝蜜、面包果、葫芦瓜、冬瓜、南瓜、胡瓜、黄瓜这九种大果，以及所有瓜豆类都随顺于谷类。虽然佛陀并未禁止这些做成果汁午后饮用，但由于它们随顺于不许可，因此在午后不可食用。除了许可的八种果汁外，其余的藤、罗望子、郭圆、林芹、乔嗓明的那芒达等小果做成的果汁，这些都随顺于八种果汁。虽然佛陀并未允许这些可做成果汁午后饮用，但由于它们随顺于许可，因此午后可以饮用。库伦底注说，除了古果汁及随顺于古果之外，其他果汁没有不许可的，一切都是夜分药。阿帕拉呢，瓜豆类通常与普邦呢七谷相对。瓜豆类是指绿豆、蚕豆、芝麻、豌豆、冬瓜、南瓜等。由此可知，比丘午后可饮用的饮料，并非所有果汁，而是指由沙弥或在家居士等未受具足戒者，把芒果、香蕉、葡萄、苹果、柳丁等小型水果在冷水中压榨，再用布过滤做成果汁。过午之后饮用的果汁不能用火加热来煮，也不可添加热水来软煨。我们认为木瓜、西瓜、哈密瓜等大型水果的果汁不能在午后饮用，豆浆、米浆、蔬菜汤、三合一咖啡、麦片、牛奶等也不能在午后饮用。根据斯里兰卡和泰国佛教的传统，不加奶精的纯咖啡可在午后饮用。由于缅甸人把茶叶当作食物来吃，因此有些缅甸大长老认为午后不能喝茶，但斯里兰卡和泰国的比丘则认为茶是终生药，午后可以喝茶。三、
七日药，有五种七日药，即熟酥、沙皮及精炼奶油，生酥、纳瓦尼达及鲜奶油，油、铁的及植物油和动物油，蜂蜜、马都、糖浆、帕尼特。律藏及其注释书解释，糖浆是由甘蔗提炼的。此外，律注也提到，芭蕉、枣子、芒果、面包果、菠萝蜜、罗旺子等，所有实现药的果实所提炼的糖浆为实现药，而不是七日药。由于果糖和葡萄糖通常是由水果或淀粉提炼制成，因此不能当七日药来服用，只能在中午之前食用。律藏提到，生病的比丘午后可以吃糖，而无病比丘只能喝糖水。诸比丘，我允许生病比丘食用糖，无病比丘可饮用糖水。四、终生药是指一般上用来治病而人们不拿来当作食物吃的根、叶、果实等药品。佛陀在律藏允许一、熊脂、鱼脂、猪脂等脂药；二、姜黄、生姜、菖蒲、白菖蒲、麦冬、新胡莲、苏子香等根药；三、嫩薄色等苦涩的涩药；四、蛇葫芦、棉花树等叶的叶药；五、胡椒、诃子、川楝、鱼肝子等果药；六、星聚树等树脂药；七、海盐、盐盐等盐，有这七类药。脂瓦斯是指油脂，在三十二身分中是指皮脂，在此应该是指脂肪。若将脂煮成油，则是七日药。在脂药中，只有人脂不能服用。因此，从明相到正午之前，比丘可食用所有食物和药品；从明相到隔天明相出现之前，若比丘有咳病因缘，可服用夜分药、七日药和终生药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